比赛正式开始，广东德比，广东队对阵广州队。这场比赛实际是名义上是广东队的主场。广州队跳到球权，陈俊，哇，直接上篮得手。广州队中间没有人防守，洪轩打，这球犯规了。我直接又是一样的剧情，给杜日旺先打开局面。杜日旺这次被防守的比较严，没有投中三分球。看贝尔打杜日旺，没有篮板球收下。易建联，哦，这球找还是打杜日旺这一点，这球没有吹犯规，直接抢断。看广州队怎么打反击。陈英俊，吴明轩防得很，力度很大呀，做一个挡拆，陈英俊可能要突破自己投了，啊，给杜明镇，没有篮板球，篮板球拨到易建联手中，开始由布鲁克斯主控单打，直接三分球，没有，广州收下篮板，哇，给贝尔，贝尔一打二，哎呦，漂亮啊，这脚步很可惜没进，但是又抢断了，哎呦，这球造成犯规，直接罚球两次。广州开局打得很好啊，广州队发球，两发全中，4-0。广州率先打开局面，看广东队怎么反击。球开始交到周瑞手里了。哦，这球反跑漂亮。广东队开始得分了。陈俊，哇、哦！一下过了赵瑞，给到贝尔，贝尔单打杜日旺，没有三分球也没中。给易建联，易建联大打小直接投三分球，可惜了，这是易建联最喜欢的位置。哎呀，这球自己丢了，打得有点乱呀。广东队换人了，找徐杰了，看是把周瑞换下了。哦，马上布罗斯连得四分，广州需要做好防守了啊，自己进攻连续打不开，这球也丢，但是贝尔拿篮板给陈俊，陈俊也没有投，往一步投，这是给了进攻犯规吗？看看这球，这球是刚才布鲁克斯，这球给了陈俊进攻犯规。双方打平4-4，防守强度很大。犯规了，对，洪明轩，易建联，哇，易建联挡两个，洪明轩自己要突了，这球还给，直接出界了，洪明轩自己可以投了，双方一开始打得非常紧。给，看看朱明镇，朱明镇单打杜日旺，哦，这球阻挡了。广东又玩了老套路啊，四上四下了，只留
算上徐杰，其实已经五上五下了。哇，这球可以直接打了，漂亮，时机抓得很好。双方还在不停的试探对方的防守强度。哇塞，这谁啊？张明驰投三分，有点开玩笑啊。钟明镇还在等陈俊挡拆，这球可以投三分，没有投，给，哎，这球被帽了，给了打手犯规吗？给莱利斯打手，广州罚球啊，可以两罚全中，领先四分。哇，给张明驰要自己突吗？这有点，还是上任俊飞，任俊飞确实在广东队的作用比较大。张明驰下不了底线呀，一直在外面飘着。哎呦，爆摔了，双方两车。哇，强度有点大，注意点。这球刚才判了朱明镇拉人犯规，确实动作比较大，双方。赵瑞又给爱丽丝，但是四个人包夹。不算。广州要想赢必须抢开局啊，尤其是前两节必须被分开拉开。朱明镇给陈俊，广东队的广州的后卫，哇塞，这什么动作，这贝尔后卫的动作呀。徐杰，张明驰还找徐杰，这球直接投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哇，广州队又要打反击了。陈俊直接投三分，这球，哎呀，可惜了。这球如果要进的话，广东立刻叫暂停。贝尔打了一个什么呀？这是。看广东队能不能打反击？不好打呀！徐杰也打不开球，你给张明驰让他突破吗？哎呦，还能打板命中，真可以啊！张明驰增加持球了，看广州。直接投三分，没有，这球投的有点太偏了。